实际上是经过前后两次分裂后产生四个在遗传特质上是独一无二的细胞。好，这个呢，谢谢法师，谢谢。好，我们大概呢，谢谢法师，哎，谢谢。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哈，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哈？我们现在细胞有两种分裂哈，我一直强调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是不是透过功法？待会我们来做一个哈，基本上的自由基排毒，我们再做一次哈。你不要小看自由基排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哈，生命的棕色细胞里面呢，你一定要让它重新那个这个干细胞呢快速的分裂，你一定要回到你看我们的减速分裂，这个就只有在什么生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细胞的分裂很特殊，就只有在我们父母亲，我的染色体 S 跟 Y， 我当下动那个念之后呢，就是那个地水火风的水那股气先进来的。我们今天早上看到100亿年前嘛，对不对？十分钟整个地球就是整个细胞的形成，相对的这个 baby 婴儿也是这样子进来的。哦，所以我们的干细胞呢，你在举手的时候呢，本身呢，第一个你可以看哈，我的锁骨胸这里地方，还有我的十二层楼这边，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动脉、大动脉，还有什么椎动脉，还有哪里？我们的整个的头部的过程当中呢，哈，我整个脊椎后面整个膀胱经。所以它是一个棕色细胞，但是整个的快速分裂的当中，整个脊椎还有我的髋骨细胞，所以你在走路的自由基的时候，它就是整个跨出去。所以你待会试着呢，提着跟起来，用脚跟、脚尖走路，快速走。再来呢，不要怀疑的，又再往后。所以你假设能够早上每天35分钟，第一次2个小时之后呢，为什么在快速分裂的当中，我们晚上的生活体你要达到放松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棕色细胞。我现在就是要让你懂原理，你原理懂之后呢，你才知道一件事情的持续不断，你才有办法了解到我们的生命就是要透过去持续的，你经验相续呢，源源不断的能量，你才有办法去衔接的非常好。那相对我们细胞会快速去分裂，所以我们的细胞分裂里面当中，你要让好的细胞出来的话，第一个你一定要专业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宇宙的原因。所以你在练的过程当中要记得，刚刚是垫着脚尖是头部的，接下来是要垫着什么，完全整个脚掌下去是我们的心脏。因为我们现在的心脏一般的心室里面的频率太快，或者是心房频率太快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你这上气接不下去。因为水里面当中呢，血里面当中呢，细胞里面的当中最重要你来连接的当中，我们刚刚说过脸上一定要笑，这个一氧化碳就组合起来了，组合起来之后，你就会快速的不会用到你原来的神经元，就是你们原来的基因，你就有办法将现在我们要的细胞的分裂当中繁殖最快的这两个有失跟什么减值的这个，你就有办法让干细胞重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跟你讲来这边上课一氧化氮，居然我有听到说法师说有人都买一氧化氮，对不对？你知道那一氧化氮很贵吗？有的仪器很贵，有的药一瓶都很贵。我就说过了，你自己可以制造，为什么你不制造？第一个，血管内皮里面有神经，有白质细胞，来，我们制造一次。那你叫安尼，嘛较正经嘞，即个叫你无正经，就是赶快开怀气笑，加嘛气笑，加就未笑，加嘛无笑，加就爱笑，知无？好，来气笑一遍。哎，很好，对，这边就会开了。这个呢是我们的细胞里面呢，每一个细胞里面它都有的内皮细胞。哦，乙烯胆碱它很特殊，它会帮你带动放松哦，所以一定要记得呢，脸上笑。那他们呢，今天有钱没地开呢，那不要提来叫陈清世呢来去做，够卡一人来和因了解到经历论，对不对？你怎么去买那些呢？因为当初呢，我那么多朋友他们在研发的时候，我的改工，我们为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他们是以真正的想要赚钱为目的。那我们这样傻乎乎的知道人体这一部仪器这么可爱，你不用，老是要用外面的，真的笑就有了。而且一氧化氮就跟你说过三个组成，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对啊，所以现在自由基呢一定要做哦。所以我发现到那个梅正就做得非常好，一个一高啊哈，高干嘞，人家身体呢不管什么矮的或什么，一样的就一样的扣装啊，不然你有啊你，你仔细看哦，你待会你的手是这样子的话，表示你已经老了。那假设你是这样子的话呢，表示你开始呢哈，脊椎开始打开了。所以呢哈，我们要记得，你假设你要健康的话，你的脊椎长响穴呢一定是马上起来之后，哎，呼吸自然的，你就是变成一个顶天立地人了。假设你都还是这样子深呼吸的哈，你不老人家都叫你老天，你怎么的老人家？对。
的，所以你们刚刚看到我们那个几亿年前的那一些有吗？以临床类，从我们的一股气体的呢，哈，微生物呢，慢慢的变成我们的爬虫，再来就不是哺乳，再来就是临床类，它是一个质地的啊、哦。所以我们的长强穴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拉扯啊、哦，整个拉扯啊、哦，整个一定要拉扯啊，好、哦，这一段坐起来就拉起来。哦，要拉起来的当中呢，哈、哦，我们希望说，因为边拉好不好？边拉边来上课啊，不然坐咧，我干嘛讲哈？太对不起正法了。你来坐刚好够完咧哈，马上都很认同了，很好呢。老师你俩讲话就好，安尼啦，安尼啦。哎呀，你都干嘛讲哈？是不是我们应该全身让你们动？因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哈。将我们这个椎间盘呢、啊，我们很特别，就是呢哈，我们都已经将我们这些206块最重要的脊椎里面的24节当中最重要的23节的椎间盘，没有血气，只要你有一股白进士的正气就进去之后，就马上呢带动生命的一股血，可以一股正气可以代表5个血滚动。好，再来就是因为这里面一共有37。我们在37节这个32节当中，我们你看哈、哦，我们的每一个板块，还有这个手，因为你在手在举的时候呢，这边一共27个板块，这边有27个板块，刚好呢，二十七，五十四个板块，再加上我前后刚好呢108，所以你在举的时候，再加上你快速的白进士哈、哦，这个棕色细胞就出来了，棕色细胞出来之后，脊前穴也开了。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整个膀胱经里面所有的快速细胞，就是帮我们再重新再做，再加上我们在走的时候，这个干细胞要拉开这里髋骨，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走动，一边走动一边哈、啊，继续我们来上课哈、啊，因为呢华严经太短哈啊，所以我们呢只有黑板这个要讲完，这个就9大点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要进入华严经的本文，懂不懂？以后你们出去外面讲经还是去学校的时候呢，哈、啊，莫来心都不了解呢。好，来，请翻开干华严经第几页？你讲要读几世人嘛？你看，知道不？你莫先改讲的，先跟他讲不相干的。就咱都这样呢吼，胃口哈的，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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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吼，恁的渴慕，哎呀，这华严经来才好啊呢，公家才好吧？哎呀，这提起是那种渴慕的能量就不一样了，这样懂吗？讲经要先从这样子，你不要马上一翻开就要翻开这样子这么艰涩的东西，不好读的。哦，经典不是这样子读，你要先认识自己，知己知彼呢，你才能够了解到呢经义论的什么奥秘。经是代表呢我们的戒定慧。力呢，就代表着我们的血气当中的性愿行，也就是性解行证。我们的细胞呢，就是代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定要什么性愿行。所以神经血液细胞，无非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一氧化氮呢，本来是废物，我们的那脑袋里面都是废物，现在要转为什么清净流。那这清净流就是黄金，我们的七宝转换就很快，七轮快速就是变成清净的白净士，没有染污就是净化，再加上我们的非牛曼博士一直印证出来了，非势力，人们已经进入到这个21世纪了，不要再这么迷迷糊糊了，你就是佛，佛就是你，未来佛呢不是佛曼的问题，是清楚明白你是否能够将这个能量应用的自如。好，我们现在开始哈，带动我们来做一下哈，来，现在全体呢，请那个信巧来带一下自由基哈，来带自由基，顺便我们请另外一个法师了一下哈。你的基本粒子是什么？对，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现在第六个，请法师来跟我们讲，我们第六个这个扣钟，我们到底基本粒子在哪里哈？我们有来这边上课的，你拿给他很 OK， 你传给没有来上课的哈，连咪棒棒棒棒，一直棒棒棒哦，我们不会棒棒糖哦，到时候看你别想被负责这样哈啊，所以我们还是看情况哈。来，我们开始。宇宙的基本粒子是什么扣钟？华藏世界品第五，华藏世界所有尘，一一尘中见法界。普贤三昧品第三，一切国土及此国土所有微尘，一一尘中有世界海，微尘数佛刹。新的物质世界在原有消散的物质尘埃中被重新创造出来，这种尘埃中创造宇宙的说法契合了活在华严经中的微尘中有世界的重重无尽法界真相。好，宇宙的基本粒子下页的话，嘿，我们再继续。人体结构的层次，人体组成的架构可以分解成多个不同的层次，从最简单到最复杂，分别是化学层次、
细胞层次、组织、器官和系统。大家可以了解，我们从早上是不是一直看它整个的形态？一、化学层次，正如地球上的其他物质一样，人体是由不同的化学元素组成，每种元素只包含着单一种的原子，元素中能够单独存在的最细小部分。地球上有超过90种天然的元素，在人体内约可找到当中的25种。人体由20多种不同的化学元素组成，最主要的四种占人体重量的 96.2%， 包括氧 65%， 氮 18.5%， 氢 9.5%， 氮 3.2%， 较次要的元素占了人体重量的 3.7%， 还有钙 1.5%， 磷 1.0%， 钾 0.4%，硫 0.3%， 钠 0.2%， 氯 0.2%， 镁 0.1%， 余下的由 0.1 微量元素。人体内化学成分的比例会随着年龄而有所增减，例如人体内的钙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流失，使骨头变得脆弱，容易折断。好，我们呢哈，这些细胞的粒子这么复杂哈，我们希望说让大家先有个概念，因为它是一个层次。我们刚刚那个早上有没有看到氢啦、镁啦、钠啦、铁啦、氮啦、硒啦、锰啦、铬啦，有没有？刚是不是他刚刚念的这个只是现在目前我们的身体这些维生素里面所出来的96%嘛？那我们将96%呢，什么比较多的话呢，大概分列出来让大家了解，就是了解。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车子有没有机车跟酸乙有一些那个什么那个一氧化氮，有没有在外面那个脏东脏脏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要转到人体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我们要的一个最棒的一个什么这个能量呢？一氧化氮可以释放，让我们完全放松，达到我们的生命的乙烯胆碱神经传导系统呢，回到正常的多巴胺跟血清素，让我们的肾上腺素达到整个神经传导的平衡。你看多妙，哇，是不是以前呢常常呢正音法师他们就说什么垃圾变黄金，黄金变清流，有没有？人家身体的垃圾啊，这个垃圾你们每次啊大便都要跑去哪边大便？好，先告诉我，假设没有厕所叫你在这边大便好不好？好不好？可是你们的情绪就是这么不好啊，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子，管道没有地方可以漏，对不对？哦，大小便呢，一定要找个地方嘛。所以相对的，我们生病的话呢，我们就是随便呢，在这个大小便，你知道不？你没有找到你自己的出口啦。出口我们就是一氧化氮，就是出口，好不好？来，我们做一次啊，哈，一氧化氮来做一个出口哈，来脸上笑，脸上笑就有哈。来，我们做一次啊，化刷，阿丽也给你整哈，马蒂教授没得气笑。知道嗎？但你這樣偷笑就好了，走去便所笑，還笑到沒人會，你知道嗎？這樣出來就好了，一氧化氮就出來，知道嗎？沒了，你去幹你，哦，真的是，怎麼那麼特別呢？這個臉要笑，笑了之後這樣就不笑，人家說你怎麼笑笑？沒啊，這樣有笑，這樣就不笑，哦，以後你要清楚，能量動起來就好了，哦，法師，謝謝你，我們法師還真的蠻莊嚴的，總要站在那裡，很抱歉，法師，謝謝你，阿彌陀佛，謝謝。我們先將這個细胞，因为我们有细胞有层次，好，刚我们请法师这样子读哈，那我们再继续先来动一下，好，来请那个欣巧，我们来带一下带自由基，哎，对，我们先来走路一下哈，嘿，啊，80岁，挤到这边的话呢，70岁，这样子的话50岁，这样子的话30，就一直拉伸，对，反正好，对，你这样扣紧一点会比较久，好不好？来，麻烦各位哈，来快速哦哈，来，你看像他这样子走，对，快速，干细胞帮他打开，哎，非常好，对，哎，
来法师，谢谢阿弥陀佛。好，我们在拉的时候那个气哈，有时候法师你第一次拉哈，因为他们有的都已经有训练过了哈，所以呢你第一次拉会很什么，很酸。那你的念头挂在白净室哈，你不要去管它会不会酸哈。那因为呢，我们要了解到细胞的这个结构哈。好，我们来放一下那个音乐好了，来那个，哎，燕文哥，好。清除一切诸障碍，明见彼佛阿弥陀佛，即得往生安乐场。愿我离命终时，清除一切诸障碍，明见彼佛阿弥陀佛，即得往生安乐场。我即往生彼国一现前成就十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离了一切众生劫。愿我离命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佛，即得往生安乐。大一点。好，这就是哈我们的华严经里面最重要的毗卢遮那呢，让我们的普贤文殊啊，最后导归呢西方极乐净土啊，一样是要让我们安住的地方而已。到后来它是呢哈法界呢，数穷三际横遍十方，量周沙界呢哈心包太虚，你有这一池大慈大悲的心愿呢，你一定要了解到呢华严经呢非常之殊胜哈。那因为呢细胞呢，虽然每一个人了解到它的虚空的整个的气地哈，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呢一定要了解动当中有静，静中有动。对，好，来我们先哈麻烦一下法师，你辛苦的时候你可以找墙壁靠着好不好？好，来我们先要快速哦，好，来快速，来阿弥陀佛一，很好，快速很好，屁股哈抖动，对，因为你们现在在走的时候那个脸一氧化氮哈蒙坦几秒间五千万蒙坦呐，不要浪费啊，赶快快速的转，转了就是你的，何谓转呢？因为在能量的转换你一定要有哈，来。法师，阿弥陀佛啊！你要去哪里？哦，好，快速哦，快速嘿！手谁歪歪的，看起来就没有打直哦。要提纲。这就是我们的华严经。这个是普贤菩萨哈，面见彼佛阿弥陀佛，即得往生安乐场。我见往生彼国已现前成就十大愿。众生劫，大家有时候眼睛瞄一下，唱一下哈，让你的能量随时学习学习。为什么普贤十大愿文啊这么重要哈？来，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佛，即得往
声安乐唱，愿我黎明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佛，记得往生安乐场，我即往生彼国因，现成成就之大愿，一切圆满无余，离了一切众生劫。好，妈妈回来，请那个姓乔婆子回来嘞。叫这个婆子回来咱家这样啦，叫咱家的婆子这样这样给他乖乖靠靠的来回来这样。非常好，记得往生安乐场，我即往生彼国因，现成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离了一切诸障。好，来先甩手，甩手，先甩手。来，哎呀！说明你那个不是有那个歌谱那个吗？好，我不是拿那一张给你啊。哎，就叫醒嘛哈，不是这一首吗？哦，啊，你叫醒那一只没有了哈。功法呢，你一定要做这个呢，任何的有疾病只要完全相信有上来过课，他每天好好的做哈。只有自在地回归人类心中尊敬唯一的吧。好好好，太好了哈！来，对，做完之后呢，其实还要做那个体耐力啦，快速拍，对，体耐力再拍二十一下，将气给拍出来哈！来开始。要找位置哦，前后一起。生命，你刚刚拍完之后，你就刚刚放那个燕文的歌，我们来教他们唱一句《华严经》好了。好，来，好，快速，好，去换衣服。
导归净土，对不对？好，我们来唱这一首歌，非常非常感动哈。来，我们大声的唱一次哈。来，好，我们训练一次。他这个歌谱，因为这次的歌谱没有带来，大家你听一下琵琶，或者是洞箫，还是那个竖琴哦，非常好听哈。来，我们来念一次哈。来，用我。